不是，我外头买的，最近这顺义县有卖冰激凌，我买冰激凌回去逗这孩子，我来，你吃这冰激凌啊，这孩子会说话，挺大的。看他妈，吃冰激凌干嘛？这不吃奶呢吗？他不去，冰激凌我去，电奶让叔叔去。这真事儿，当然我也没吃。下边到了底了，给他掉了都跑。这个西墙里身呢，就是琢磨一个心。我当然这活你说我没经过，没良心，是乌龙院。底活呢，我先不报，王鼎陈州准备好了，绝对乌龙院好听。乌龙院我没听过吗？我没听过西墙跟陈志深的。这全乱了，李武之身更不对，武身跑随不转的，徐强李之身，这乌龙院我听的是麒麟童马连良的那个，那真正的好听。大老爷大把了吹，弹个弓压前来，挨了功名总家。但是作为徐强这个角儿，就要唱这乌龙院的戏，得多好玩！鼓掌上华来。哎呀！保留节目，学练功。今天是要重归本我了。头发也立起来，感谢各位，是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先检查一下扣开了。感谢大家，哎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是，感谢各位掌声。哎，相声专场怎么样？一场接一场。哎，这回轮到我们俩了。哎，简单介绍一下，说说，有新来的观众。啊，我叫徐强，是您。旁边这位李志深，哎，是我。我们俩大伙儿可能都很熟悉了啊，对不对？非常普通的两个小演员吧，两个年轻的演员。哎，今天是个周末。哎，昨儿怎么了？神棍节。全是意思，全是。所以说他昨天我没见着他这个灵就没出来。你还是那灵呢，人不能不让我们绕着我。全是光棍啊，对，全是光棍，就全光棍干嘛呢？就是其实这种节，哎，人倒真不少，哎，外边人还真不少，都愿意过这节，凑热闹呗。过这节也是为凑热闹，干嘛去呢？干嘛去？看电影啊！哎呀，看个电影吧。好啊，《失恋三十三天》。有这片儿去看？不去。啊，不喜欢？那怎么欺骗观众？这个，这怎么欺骗观众了？就是中国电影，我其实就不爱看。不爱看，包括我上次跟大伙说那个《白蛇传奇》，我都不看。啊，和那个就是那个黄圣依1017那个样子。哟，我爱看呐。你很喜欢？哎，黄圣依演那个蛇妖大帝，你看以前赵雅芝演那个啊，感觉哎呀美，特别美丽。是，感觉像从天上来到人间的神仙。您再看黄圣依怎么样？天上人间来的。你净关注那天上人间来的吧？失恋三十三天没意思。这没意思。看他干嘛？不看。这是欺骗观众，找噱头。光棍节就叫失恋三十三天，那情人节呢？情人节叫什么？情人节叫恋爱三十三天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那清明呢？清明。浴火三十三天。狗背的这个。国庆呢？怎么着？放假三十三天。这事儿好啊，呼吁一下吧。那到了2012年12月18日，这个就剩三十三天。没日子过了，这就没什么，这有这就是噱头啊。恋爱三十三，失恋三十三天啊，失恋三十三天不可怕，那可怕的是，可怕的是失恋三十三、三十四、三十五，发现自个儿怀孕了。哎呦，这是最可怕的，您发现的。什么叫我发现？反正就这没意思，倒是不显坏。条件就是说呀啊，今年电影我就看这么一部啊，钢的琴。钢的琴，钢的琴，其实那就是讲一钢琴的故事啊，中间还加钢的琴，这就是噱头啊，一种体嘛。要这剧本我也能写，这个您也能写，急的他。皮的趴，舞的筝，还有羊的琴，啊，对不对？二的胡，这些咱都能行。我估计广电，我估计这个二的胡审批是够呛。这有什么审批不过去？
国家机密。国家机密，我没反应过来。咱就说这事儿啊，哎，就是昨天把一个交通问题。还有交通问题吗？交通问题啊！哎呀，各大那个，咱先甭说交通，宾馆都客满。先说说宾馆客满。哎呀，宾馆客满啊！哎，各哪个快捷酒店全客满啊，都开房进来。各位，咱们这个舞台上没有会阴会道的事情啊，反正这都是事实，这都是全都客满啊，对不对？这是这个男人啊，光棍儿，嗯，昨天的晚上最幸运的就是什么呀？哎，这个躺在身边的这个女的肯定不是自己未来的媳妇儿啊，也未必。最不幸运的啊，就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媳妇儿昨天跟谁躺床了。互相帮助着，不让说实话了，反正就说这意思嘛。是，交通也不好，交通也不好，出租车打不着，打不着车。哎，高峰期都打不着，为什么打不着？对，人家出租车司机不愿去那堵的地儿。哎呀 ，CBD 国贸大望路，谁愿去那儿？不知道。哎，不堵车，多拉两活好不好？哎，全坐地铁，都坐地铁，地铁也挤呀。哎呀，人多，挤死了啊。两个黄鹂鸣翠柳 啊，就说我在挤地铁，烟花什么词儿？烟花三月下扬州啊，就看我在挤地铁，雌雄双兔傍地走，就看我在挤地铁，少壮不努力啊，大挤地铁。没别的，您弄个自行车好不好？反正就说这意思嘛。哎呀，这交通是没法弄啊。聊这么半天，大伙都知道，因为你看我做什么事情啊，我都要拿这个文学的东西过来总结一下。别偏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算是一个文化人。什么态度？什么观众？您还要脸吗？那要脸不要脸？咱文化人。文化人出门撑二斤，搁在兜里头。什么撑二斤？咱是这个怎么着吧？搞点艺术，简单介绍一下我会的这个艺术。啊，我所有的艺术其实不光是在台上说相声，他们都知道，跟音乐也有关系。知道啊。会摇滚。哎，对对。也会弹个吉他。哎，去唱个摇滚乐。摇滚。啊，都知道吗？啊。二班的滚犊子。什么叫滚犊子？二班的吗？摇滚的独生子，就他一人吗？滚犊子吗？您那么省事儿，不是？就是你摇滚只是一方面啊，摇滚只是一方面。咱们有主业啊，您主业是？简单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一个戏子。这个戏子大伙不知道啊，这个戏子是对我们知道搞艺术一个尊称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就想问问您是从哪青楼跑出来的？那哪青楼？戏子吗？戏子。嗯，知道你们这行能无情无义吗？什么叫无情无义？婊子无情，戏子无义。这带论的啊，《论语》上写的。不是，咱们是属于戏子。哎呀，这说的不明白，你看这人，你看干嘛？戏子就是唱戏的。我们现在这都叫人民艺术家。别骂街啊！你艺术家，你们全家艺术家。哎呀，你这人，咱是一个就算文艺工作者吧？啊，可以这么说。哎，戏子，哎，唱戏的，哦、唱京剧。哟，哎，唱京剧，您唱京剧？哎，各位对我不太熟悉，太新鲜了，您不熟悉？对，是不太熟。您在哪儿唱啊？这个北京的朋友不太对我不熟悉是应该的。啊，那您因为我主要是在这个江苏长江以南。哦，您老在江苏那边唱。哎，江苏那儿唱，长江以南我一般都在那儿唱。哦，不经常看上电视吗？上，每周都上啊。江苏台可能大伙儿对这个江苏那边电视台可能不是特别关注啊。哎，我每天都江苏台上节目，上电视。哎，我再多问您一句，您这个京剧您唱哪出啊？唱哪行啊？哎，您哪行啊？哪行啊？他就问，哎，他知道啊，哪行不哪行？您别老吸胸行吗？有胸金菊也是橘子。
旺仔小馒头也是馒头人。知道，不是，就问您唱哪功？唱哪功啊？这么着啊，别乱，各位，我给大伙摆一个姿势。那您来来，注意看我这姿势啊。摆姿势，你看我是唱哪功啊？水袖，再来一个啊！再来一个。过鱼儿，哎，再来一个，开门，哎，再来一个，还有，这是犯贱，要犯贱。您这个没有啊，京剧你哪个这动作？哎，让更多的九零后重新爱上京剧，与时俱进。通过您这几个字。哈哈小拍那小片儿是吧？哎，通过您这几个姿势我也看出来了，看什么？您俩是不是也旦角的？嘿，你有准备啊？有准备，旦角啊，在旦角，对旦，我是个旦，那您就滚吧，就滚呢，就是个旦角，旦角，旦角，您唱哪派的呀？内行啊。知道问啊，唱哪派？你有点意思，我就问问你吧啊。旦角四大门派，哪四大门派？这都知道，都知道。梅上春巡，嘿，你看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。什么乐什么呢？梅上春巡，咱们是走这个戏曲的嘛，啊、戏曲旦角旦。你说我乐什么呢？知道。梅上春巡，我是最后一派。啊、训派，最后一派，训派啊！我就发现我最近这个作品怎么样，越来越训练。训派还知道要好吗？什么叫不知道要好啊？就是您是训派，哎，训派，我们行内啊，我们圈里的都叫别圈，圈里就我们圈里的，哎，要是圈里，您这肉价可蹭蹭涨，都叫。训派，那就训派。什么叫长肉尖儿？讨厌，你不圈里人吗？讨厌，倒霉模样，长得人体蜈蚣似的。去。假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事儿啊？不是，您既然是唱京剧的，哎，人民艺术家，艺术家，哎呀，这么大的一个大老板，江苏一带。哎呀，真好，这么着啊，今天机会特别好。怎么着？跟您介绍一下，我呀，平时也喜欢京剧，喜欢唱两口。什么表情？您这是？你？哎，我平时业余爱好啊。业余爱好？哎，你还愿意唱？我特别愿意唱。嘿、哎，你看看，赶上您今天来啊，好机会。是啊，跟您学两句行不行？咱俩一块唱出戏，也给亲爱的朋友们表演一下。哦，您说咱们俩啊，唱出戏，哎，你会唱戏吗？眼巴前的会那么一两出，哎，唱不好就那么几句，哦，就会一两出，哎，唱不好啊，啊，行，来，一块儿，一块儿唱，咱们一块儿唱一下，当然主要是听我，肯定是主要听您啊，哎，因为我是个京剧的一个表演家，哎，没错，久占江南江苏一带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大伙主要听我，肯定我主要呢，就算是给你这个啊，我们行话说啊，您说说，摘摘毛，哎，是，哎，说的对，讲不讲？哎，是吧？这意思吧？艺术家一嘴黑话，摘毛，摘毛，这么着，咱就是咱要唱，咱先挑戏啊，你挑戏，我挑，我会的多呀，啊，你挑，你大业余，你挑，咱挑一下啊，挑戏啊，您是一个旦角，嗯，旦角，咱们先来一个，哎，《霸王别姬》。怎么样？什么戏？《霸王别姬》啊！不知道，回答他们。甭管。真是我喜欢这《霸王别姬》我最喜欢啊！《霸王别姬》我太喜欢。我想想来什么呢？我来这个张国荣。你来段少楼，你我追你，后来没追上，后来你再赶一个葛优的那个。别，你别追我，我明年还得过光棍节。哪儿都串到电影去了？哎呀，电影啊，陈凯歌唯一能看的一部片子。
电影没少看。还喜欢？咱们说的是京剧，京戏，什么东西？京戏的《霸王别姬》，跟陈凯歌没关系。我没看过。京剧的我哪知道？京剧还《霸王别姬》？那咱换一个啊！咱换一个《豆汁儿记》。豆汁儿记，哎，在姚记旁边吗？是姚记那个豆汁儿，我这豆汁儿不爱喝呢。艺术家你吃什么呀？哎呀，给多少焦圈都不够，有味儿，喝碗地沟油的味道。行，豆汁儿里搁油啊？不咋地。那这差不多是吧？太会，这么着，会的也不多。哦，咱们呀，会就唱，不会就拉倒。啊，那就拉倒吧。憋着拉倒是吧？就是最后一出最后一出会咱就唱啊。行，唱一个什么呀？乌龙院。什么东西？乌龙院呀。有铁观音吗？铁喝茶来了。铁观音合适，大红袍。对，来点裤儿。口淡点。乌龙院京戏呀。京戏乌龙院，没错啊。你还会别的吗？我不会别的，就会乌龙院，就会这一出了。行，乌龙院。那乌龙院，那就乌龙院，乌龙院，不，那个乌龙院，乌龙院太长了，太长好办呀。怎么着？咱们掐去两头，不唱当间那就别唱。咱们俩就唱当间就唱当间，哎，就唱那个最热闹的桥段，最精彩的那段，坐楼杀鸡，坐楼杀鸡，坐楼杀鸡，扫黄打非呀，要扫黄打非。坐楼杀鸡，坐楼杀鸡，哎，行，宋江杀阎婆鸡，行，那热闹，这么角色，哎，分角色啊，您旦角吗？旦角，您旦角，您包大旦，您肯定是那谁呀？肯定是阎婆鸡呀。阎婆鸡，对，显阎婆鸡这个训判是个泼辣蛋，哎，显着这个阎婆鸡的能耐。没错，行，您了，你来谁？我就剩一个了啊，我来宋江啊。您来宋江，哎，我来阎婆鸡，哎，您来宋江，对，讲究点意思。行，咱们开始吧。别开始啊，等会儿再开始。您呀，还得再赶一个，我还得赶，还得赶一个茶坊，赶茶坊。我在前面唱来不及呀，哦，就一句，哦，就这么一句，就搭一句串闲话的词儿，就是搭句串闲话的词儿，就这么着了。哎，啊，行，那咱们现在开始，好吧？我先从这儿开始通。别，这今儿扣没开，你要自己解是吧？那今儿没开，自己解。不是，我得问没开啊？你说咱们这个唱，咱们还穿衣服吗？看观众的需求吧。不是，太贪图。别这儿招了，你这揽生意。揽生意。不是，各位误会了。不是，我们唱戏，我们都得穿上了。我们都得扮上啊，我们就穿上那寿衣，寿衣啊，中间那叫海浪的。别海浪了，别浪了。您这精神头再活半个钟头没问题。这叫什么话？那叫行头啊。对，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，也不知道谁不懂行头。有没有素身唱就这身了，就这身唱，就这身了。那也不行。怎么了？简单的，让各位分一下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哎，这个是有道理，这是应该的，专业。哎，我得包点头，您包点头，我捯饬捯饬。好，嗯，俗话说得好，怎么样？捯饬不好看，捯饬出来呢，就他妈不是人样。那咱就别捯饬了。哎，捯饬啊！艺术家，看看艺术家的扮相。大艺术家，咱扮上就有。哎，江苏来的大艺术家。真有点看不明白了。薯片。行，艺术家。变格格。变格格。清朝派对啊。操纵全场啊。哎呀。耳康，哎呀，这都什么？这也不太好，破尿珠还箍上，
我去，哎，我这简单让大家分出来是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这桌子前面是前台，桌子后面是后台。这边上场门啊，这边下场门。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面为后台。是，桌子下边呢？你说上面呢？哎，就这俩地儿什么事儿？完了，业余了，业余了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，这还要讲究。桌子前面为前台，啊，桌子后面为后台，啊，桌子面为阳，桌子底儿为阴。哎，那您得找找这金木水火土啊，找啥？这桌子，夸你呢。夸你呢是吗？就这么着，就这么着，分出一点钱我来。开始吧。哎，对对，还得再给您多托付一句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怎么没有锣鼓场面？还没有锣鼓场面，锣鼓经让咱们拿嘴学。哦，我上场您打家伙，您上场我打架。哦，咱们这是没有锣鼓场面，拿嘴学着。没错，你上场我打家伙，我上场你打家伙。没错，咱们这可省家伙。那当然了，费嘴呀。凑合点吧，那就这么着了，就这么着了。现在开始，我怎么办呢？您归后台啊，我就在后台站着就行。您在后台站，您先上来是吧？我先上来，就这么着，来来来，来吧，忘不了。各位多好，来碰上一个艺术家，咱跟他唱出戏，跟他学去。咱开始啊。一位小朋友。这守灵来了。你不让我站在后边站着吗？我上场您打家伙，刚才说的好，你上场我打家伙，我这上场了您打家伙呀，从这儿开始啊，可不是从这儿开始，事先你可没跟我说清楚，这还赖我，这事儿可赖你，这还赖我，你看我从这儿开始我不就知道了，现在明白了，打家伙是吧，打家伙，这是你说的，这我说的，打家伙来吧，来来列位上飞了，可有飞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说他妈怎么从江苏来的？非诚勿扰，非诚勿扰版乌龙院，没见着那么多期都没嫁出去一浪子好干。这叫什么话？咱家伙是这点吗？不是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拉弦儿啊。咱们跟各位说清楚啊，你刚才说的是打家伙，打家伙那是打家伙，起弦是起弦，你这大业余，你这棒棒出来，这还赖我了，拉弦是吧？拉弦拉弦，列位上台了，咋的啦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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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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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出来吧。哩哩啦啦，你倒治啊！你这人可太难伺候了啊！拉一遍就行了，就拉了一遍就行，就一遍就行，就一遍就行，从头来，从头来。列位烧配了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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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真沟通不了啊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咯儿隆咯儿哩咯儿隆咯儿隆，大老外爷走，大虎走，可累了我走走，牙签走来走了走，一字儿一电是吗？这样显得音乐它饱满。您还是独占点吧。您就站这儿别说话啊，站这儿别动，一过门电。部门是一句一电啊，行，大鼓对了我的堂，家钱来了我功名，送儿将先知，我当什么玩意儿？您这是？各位，我好。碟中谍版乌龙院，上哪儿看去？这艺术家什么都看过。哎，咱们这大艺术家有这个吗？不赖我，您让我起弦，您让我跟着弦。您这边，您就站那儿别动，行吗？我怎么着？就站那儿别动，站那儿别动。对。哦，我就站那儿我。对，就这样就行，就别动。对，您这样就行。我怕墙里细雨。绝对。您一点儿不强。那我就后面站一下。哎，您就后面。哎，这题上省事儿。陈小二，真受不了这个。哎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我见着我都哆嗦。我也别那什么了，我直接给您念吧，各位。那一日，来至在大街上，行人各位说断那肠，行人各位说断早啊肠，说词儿啊，啊，到底了，啥词儿？我拍一特写。到你了，我什么词儿啊？串闲话那词儿啊，到串闲话，不到串闲话那词儿了。李宇春这孙子，我跟你说啊，都是咱俩大白胖家伙，别串闲话，串真闲话，说宋江的呀，我串宋江闲话，串宋江的，宋江这孙子，我跟你说，大白胖家伙真不长，你这不叫事。啊、宋江也找一大白胖娘们儿，你不是串闲话吗？串闲话是记词儿啊，记什么词儿？前面走的张文远，后面跟随宋公明，是多少人同走一条道路，真叫人好笑啊！啊，就这词儿，就这词儿，太简单了。来，注意听着啊，前面跟随张文远，后面走宋公明，是多少人共走一条路，真笑死我了，哈哈！你得有韵呐、啊，我还得有韵。废话，这人可太难伺候。得有韵呐，非得有韵，非得有韵。前面跟着张文远，您这刀快，你不让我有韵，你失恋几天了？你让我有韵，所以我有了细韵的韵呐、啊，细韵的韵，什么味儿？这都不知道。千面奏地张文远，哎呀，行。前面走的张本元，后面跟随宋公明，师徒二人共走一条大路，真是笑死我了，哈哈哈！列位请了，请了，请了。列位请了，请了，请了，请了。说词儿啊，请了，请了，请了。我没说什么。是方才说些什么？没说什么呀。是方才说些什么？没说什么，没说什么像话、啊。应该的，说了什么啊？我们说了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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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我们说了什么？我知道你说了什么呀？不是，你让我说的，你这。你得有戏词儿啊！戏词什么？大老爷吃杯茶再走吧。老爷您吃杯茶再走吧。罢了，罢了就罢了。这倒不抬杠。拉弦儿。
大人，我自己来。这龙根里根龙根龙，行一步来至在乌龙恩怨，今天昨日天门那关，今天昨日为何大门紧那闭，待我上前叩了门。前面来。大姐开门来。可惜不是你，我到最后看电视没听见。大姐开门来。一起走过，走过那路口。再敲一遍，大姐开门来，开门开门开门！开门你要打我干嘛？你这人，你讨厌你，你打人干嘛？唱戏唱的，说词儿说词儿，说什么词儿啊？这戏词儿吗？戏什么词儿？外面合的人叫着门呢。就这词儿？废话，你早说呀！都来一回，再来一遍吧。大姐开门来。就到这儿，就到这儿，出来干什么？出来，来来，得看您这劲儿。有，外面何日门叫门呐？门叫门呐？外面何日人叫人呐？又改人叫人了。外面何日门人门？何日人？叫人呐，外面何人叫门呐？哎呦，可算说对，连你家怂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外面何人叫门呐？连你家怂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外面何人叫门呐？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外面何人？我是我。我你老打人根本不对啊！你怎么老打人了你？废话，没完没了了。你不让我这么说的吗？下一句啊。下句什么词儿？下一句不知道。最后一词儿。这是气词儿，最后一句。最后一句了。对，来的不凑巧啊。你来的不凑巧，就这最后一句，最后一句来的不够强，重来，别打人了啊！不打了，来吧，那重来一遍啊！来一回，大姐开门来，可惜啊，不是，外面何人叫门呐？连你家宋大爷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？有，宋大姐呀，啊。你来的不凑巧啊，三弟不凑巧。你来的不凑巧啊，三弟不凑巧。你来的不凑巧啊，三弟不凑巧。你来的不凑巧啊，怎么不凑巧呢？二十四盏灯全给你灭了。全话来不着，老孟送徐强，李志珍不知话哪儿。是大慧慧，是文慧慧，是不是？大慧慧，大慧跟女的。大慧慧送徐强、李志珍两个花篮，水瓶大鸟和葫芦娃他奶奶的送。送徐强、李志珍两只花篮，小李子来献首歌吧，可能让那女什么唱。李坏坏送徐强、李志珍五只花篮，盒子默默。喵喵猫，喵喵咩，就昨天过生日的坏姐，巴老师，这师是师，是干师的师啊，巴老师、苍老师生日快乐，快点这玩意儿。
感谢各位，哎，谢谢大家支持。是，咱们三场说个小段，哎，说个小段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？破车不挡好道，哎，后边还有更多的破车，就俩，后边还有，小张你说的啊。后还有好车，哎，更好的节目是咱们翻场，不跟盯着横置啊，笑成这孩子，台底下我还说呢，说什么了？我跟司建伟说，我说你上去踹他一脚，他就不乐了。这孩子不像话，咱们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呀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哎，京剧是京剧。行行，换了换了换了，下回。哎，还有别的？还有什么？是，其实我最看不惯这个韩国人。我最看不惯韩国人。京剧是我们国家的，他们也这么说。龙是我们国家的啊，达芬奇我们国家的，哎，避孕套我们国家发明的，什么都是他们国家的，嗯，全都是没有没必要。中国呢？啊，有些东西都是中国发明的，中国从来不搞。还有这事？中国仅仅有四大发明吗？还有别的？我是搞艺术的，我最清楚啊！大伙儿都知道美国 啊，美国黑人文化啊，有这个源于非洲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在美国成了气候哦，黑怕、啊、有这个哎，黑怕哎哎，一般各位以后都说黑怕、啊，嘻哈业余知道吗？嘻哈业余。别误会，就是你说，哎呀，我最爱听的音乐是嘻哈，没有问题，就是 hip hop， 啊 ，HP hip hop， 对对，就说这 hip hop， 中国发明的，不是都中国发明的 ，hip hop 那是中国发明的，当然 ，hip hop 里分四种，哪四种？四种因素，街舞、涂鸦、DJ、B-box 分这四种。哦，这么专业。哎，咱家第四种 B-box 就是中国发明的，为什么？那个嘴跟关西似的，中国发明的，太写实了，真这么说话，太有生活了。你知道我有考察啊，秦朝荆轲刺秦王啊，那有这事儿？哎，荆轲拿着刀到了宫殿上要刺秦。啊，哎，这他作为一个刺客，他唰他就冲过去要刺秦呢。啊，这个秦始皇就慌了，啊、两边捕快倒是赶紧上了啊，来追捕这个刺客啊，来打这个刺客。但他说话他嘴急呀、啊，他着急呀、啊，来、啊、赶紧来，扑死个打死个，扑死个打死个，去。